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各位善知识，现在讲内反胃是暖顶人四第一，这四个阶位叫做内反胃。心有里内，但是还没有得到圣果，还是个凡夫，因此叫做内反。暖胃跟顶胃啊，是用比喻来建立这个名目。三资量修成就之后，就已经得到相似物理的境界了。对这个诸法当体即空的这个理呀，所谓偏真之理呀，它已经能够稍稍有相似得到体会了。那么将将快要见到之前呢，这种情况没有办法用理来直接表达，只好借这个比方，借比方比喻来说明啊。那么这个比喻啊，就是这个所谓暖，现代人听起来也是比较不大好懂，因为这个暖呢，是拿古代钻木取火来说的，古代没有火柴啊。那么是用木头，硬的木头对着木头去转，一直转啊，转的久了它就发热啊，就叫做暖。等到这个树木转的发热了，慢慢就会冒烟，有烟了这个火就要来了。火将要来的前兆就是暖象，那暖就是已经有点热气了，转久了有点热气，那么热气来了啊，等到最热的时候就是冒烟，烟冒出来了，不久就是有火了。那么这个火发火成就有火了，就比如见到，好像证到了啊。那么这个要证到之前啊，那么先发这个暖象，用这个比方啊来显示这个阶位，那叫做暖啊。那么这个修行的修法呀，你看看刚才分给各位的表。因为这个正文里面太简了，没有帮助，很难了解，所以这个表上啊，前面那个七贤位，修观的形象，就是声闻七贤位啊，声闻人七贤七圣，七贤位就是外凡三位，五庭星、别相念、总相念，内凡四位，暖、顶、人是第一，这四个阶位合并起来就叫做七显位。他的修行修观的啊，这个修行的情况啊，他的相状用表来说明啊。那么前面那个外凡位就已经讲过了啊，第一就是五庭星观，对治贪等五障；第二别相念；第三总相念。啊，就只是观欲界的苦地，这都是因为众生迷这个四谛理呀，才会轮回生死啊。现在你要体悟这个四谛之理，那先从这个苦果的苦地下手。这前面那个别相念、总相念呢、啊，修四念处观，虽然是有不净观、有无常观等，但是它主要就是观这个世间是苦的，苦观为总了。所以前面外凡位啊，只是在四谛当中啊，只观苦谛，观苦谛。现在到了内凡位啊，将近物理了，所以就要四谛都观了，要并观四谛，要观四谛离
所以这个第四的暖胃，这个暖胃的意义刚才说过了，知道这个比方，就是钻木取火犯暖的那种情况，那么来比方这个内烦的第一个位置，这个暖胃跟顶胃同样啊，都是贯欲界的四地，因为这个修贯的时候啊，越三界呀、配合四地，来说明这个修贯的形象，上二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都是有定功成就的，叫做定境。上二界是定境，这定境合并为一，就是上二界为一个四地。现在是从欲界四地贯起，那么这个暖胃顶胃只是单贯这个欲界的四地离，那么欲界四地离就有十六种修行的贯法。叫做十六行观，修十六行观，修十六行就是修这十六门的观法。四地每一地下都有四行，每一地下有四行，四四一十六，所以叫做十六行。那么这个十六行啊，就是后边的那个表，后边的表啊，看后边表的这个欲界，跟上二界这个内容是相同的。只看欲界，他这个修十六行啊，就是苦地下要修苦行、空行、无常行、无我行，这苦地的四观；极地下修极行、阴行、缘行、生行，修这四观；灭地下修灭行。静行、妙行、离行，修这个灭地下这四观，就灭尽妙离。道地下修道地下四观，就是道行、正行、吉行、圣行，道正即圣，这是道地下四观。暖胃顶胃都要修这个欲界的这个四地十六观。现在对于这个十六观呢，做一个简单的解释，不能细讲。如果详细讲的话，就要看居舍论了，居舍论里面有详细的说明。现在就是按照这个名相啊，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了。苦地下的四行，苦行可以知道了，观受是苦吗？前面的观受是苦就是苦行呢。空行，修空观，观这个三界呢，就是现在用欲界讲，欲界里面一切所有的都是没有实体，因缘生凡嘛，没有实体，都是空的，修空观。那么无常观就是这个四念处里面的观心无常啊，就无常观。无我观就是观法无我，只是空观来。包含这个欲界之内所有一切的境界，通通都是因缘生法，当体即空为总观。那么这个苦观、空观、无常观、无我观，这就是苦地下的四种观法。对于这个每一种观法呀，都细细观察，观察从自己的身体、内心，观到外面的山河大地、一千万有、宇宙万有，一切境界都是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，这样子一一的细细观察，有越现实的这个情况啊，来修观，这苦地下四观，这个比较容易明白，因为平常都有讲到，极地下四观就是观自己的烦恼种子，每一个人自己心地。都有贪嗔痴的烦恼，急，着急意，就是由这个烦恼种子啊，就会升起现行，会去造业，会着急将来的苦果，所以叫做急。那么这个第一的急行啊，就是观察自己有好多好多的烦恼，所谓八万四千烦恼。那么要修这个急行啊，最好就按照这个唯识里面所讲的心所烦，里面这个善心所、不善心所。一一细观，例如说根本烦恼、随烦恼这些细细观察，观察这些都是由此种子升起现行造了业，
将来就要招感这个苦果，那就是吉行。这是总义，因缘生都是别义，都是观极地下的吉行的别义啊。那么就是说，这个烦恼种子就是因，简单说，烦恼种子就是因，心地里面都有贪嗔痴等烦恼种子，那就是因啊。那么如果要详细讲，有六因哦，这里不能细讲，因为讲太多了，太烦了，不容易了解。在这个《俱舍论》里面有详细说明啊，六因四缘啊。那么简单说，就是烦恼种子就是因，因如果没有助缘呐，不会生起现行。例如你把世间的这个植物种子摆在桌子上，没有助缘，因为它没有阳光，没有水土，你放一万年它也不会生起现行，也不会发芽了啊。你不相信，你把这个豆子啊，豆子哪一粒那个豆种啊，摆在这个桌子上，你摆无论多久它还是那个样子啊，它不会发芽，因为它没有助缘。那么你把这个种子摆在地面，地下种在地下，有地啊，有空气，有阳光，有水土，哎，这就是助缘啊。有空气、阳光、水土等助缘呢、啊，那么它就发芽了啊，慢慢就是开枝发叶，开花结果了。所以这个因要有助缘啊，所以观察这个有烦恼的因，必定就有烦恼的助缘啊。比如说你有偷盗的心，如果没有你想偷的东西，那你偷盗的心不会升起来。发现有你喜欢的东西，那偷盗的因有助缘了，哎，他就去造业了。所以缘就是观察这个造业的助缘啊。详细讲它有四缘啊，因缘、正上缘啊，那么所缘缘，那么这些还有等无间缘，细讲啊道理很多，在唯识里面都有说到，居舍论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的啊。生就是说具备因缘呐、啊，业种就升起来了，就会升起现行。业种升起现行啊，他就会去造业了，业造成了，将来就是召集到苦报了。所以这都是越这个业因来说明啊，即是种，因缘生是别啊，分别说明啊。那么把这个四种道理一一细细观察，那就是观极地下四行，这个理都要通啊。所以把教理研究通达了，细细去思维观察，才能体会这个道理的。其次讲这个灭地下四行啊，灭观察这个把烦恼种子灭掉了，就能得到涅槃啊，灭啊。那么必定要把这个烦恼断尽，稍微留有一点点，就会滋润生死，就不能解脱。所以这个贪嗔痴等烦恼种子啊，必定要完全断尽，所以就是尽啊，就烦恼断尽了，才能证涅槃。妙是说这个世间第一，这个法子在世间上要求出三界了生死，这是第一个方法，最好的啊。如果不修出世间法，不修声闻法，那你别想要断烦恼了生死啊，这是最妙的方法，有世间第一，所以叫做妙。嗯，同时赞叹这个涅槃之理呀、啊，是最妙的。正道涅槃是最世间第一，最殊胜，所以叫做妙。离就是离超出三界，离就超出了，由此正道涅槃了，就超出三界了，免得在三界内轮回生死苦恼啊。所以正道灭地涅槃，就能超出三界，就是离灭尽妙离。啊，那么这个灭地下就是观这个出世间的圣果，观涅槃呢、啊，有这四种殊胜，啊，灭烦恼种子灭尽，啊，得到涅槃是最第一的最殊胜的，就是妙，啊，得到涅槃就超出三界，就是离，这是灭地下四观，这也要把这个涅槃之理呀、啊、研究彻底，啊，彻底明白无生之理。才能修这个观法，这是先果后因啊。明白涅槃之果之后，要知道这个修因，所以第四就是道地。道地下四行，道就是前面说的三十七道品，
这个三十七道品啊，是出世间的到涅槃的殊胜的修行法门，啊、能至涅槃，所以叫做道，啊、就是达到出世间啊圣国的涅槃的果位的这个道路，所以叫做道，就是道心。这个三十七道品出世间的这个修法是最正确的，啊、不会像外道的颠倒法，啊、不正确。这个是最正确，不会颠倒，所以叫做正。鸡是脚鸡啦。假如你在这个有泥土的地方走路啊，如果这个湿润的泥土啊、你走路的时候就有脚印啊，那个脚印就是鸡，脚鸡。现在这个鸡啊是指圣人所行之处。这个三十七道品啊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三圣圣国所游之路，他所走的脚迹，现在单月过去讲，过去所有的出世间圣人都从这个三十七道品的路线上走过的，是他的脚迹，我们跟随他的脚迹，认着他的脚迹来走，所以叫做迹行。简单说就跟随古代圣人所走的出世间的路来走，不会有错的，所以叫做即行。第四圣行，这是比方，好像坐车子啊，这个三十七道品好像一部大车，它能润载我们到涅槃，所以叫做圣啊。坐着这个出世间的圣行的这个车子啊，那么它能够润载我们呢到达这个究竟涅槃，所以叫做圣行啊。这都是越旧义说明，居舍论的新义啊，有些名词不大一样。例如这个道地啊，旧义叫做道正即圣，新义啊，道是相同，正它就翻作汝，即它翻作行，圣它叫做出，道如行出，这是居舍论的新义。旧义就叫做道正即圣，那么现在这是根据摩诃止观旧义来说明的啊。那么如果对照新义的这个居舍论内容啊，有些名相不大一样，解释也不大一样啊。现在不能说的太多了啊，单月这个旧义，因为现在是讲的四教仪嘛，四教仪它的出处就是啊天台三大部法华玄义啊，法华文句、摩诃止观，那么必定要对照这些原文呢、啊，才能彻底通达。那么因此这里只能按照三大部的内容讲，不能一一比对居舍。如果一一比对起来，那个不同的名词都要解释，那太麻烦了。尤其我们初学的人这样子讲啊，会混乱，搞不清楚。所以现在这里表上写的，完全按照摩诃止观，按照天台宗的原来的旧义的名词，将来你如果有因缘去研究居舍论，研究新义的东西，对照起来不一样的时候啊，需要知道它这个不一样的情况，就是新旧义不同啊。那么因此它的解释也有多少不同，但这个修四谛十六行观这是一定的，道理是相同的。那么把这个四谛十六行的名相已经做一个简单解释了，上面的这个上二界的十六行一样，道理一样啊，只是分上二界不同而已。那么因此暖位跟顶位啊都是修这个四谛十六行观，都是观欲界的，因为它还在欲界。上面是在四加行里面讲了暖位，现在要讲顶位。什么叫做顶啊？顶就是山顶，山的尖峰到这个最高的这个尖峰站在这个地方，这个顶啊。例如我们上山上坡慢慢走的最高的地方站在这个地方顶，所以这个顶位也是比方。因为这个到了这个顶位啊，它不会久的，不会久。好像我们上山上的这是最高点，到了最高峰的地方，啊，不是回来往下走，就是往前进的下山，必定是这样，或者是回头，啊，
往下走，或者是往前进，往后山往下走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到顶位啊，顿根的人或者是业障重的人，他有可能会退回来，会退回来，顶位还是会退的。退到哪里呢？会退到了暖位。如果他不退回的话，就是往前进，就是往前进也是下啊，往后山往前进就下啊。那么这个顶位再往前呢，就是忍位，再往前就是忍位。所以这个顶位的时间很短，很短啊。那么从暖位到忍位时间很短，所以用顶位来比方，那这一段时间都是在修十六行观。但这个最高峰的地方不能没有说明，没有阶位就没有办法表达，所以用一个顶位来说明。因为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会退，退不会整个退掉，退回来再往上爬，啊，情况是这样子。那么好像我们走路啊，上山爬不动，爬上去了，退了几步，但是再往上，啊，它不会完全退掉，不会的啊，必定是再会再往前。那么顶位也是一样修十六行观，欲界的四谛十六行观。那么然后从顶位进到忍位，最麻烦的就是忍位了，这注意听啊、哦，最麻烦的就是忍位。这里忍位分作三个阶段，分下中上三个阶段，这个时间最长啊。四加行位里面内凡位啊，忍位的修行的阶位最长，时间最长，因此分三个阶段。先到达顶位下来，先到达的忍位是下忍位，看着那个表啊，看表，下忍位他的修行啊，就是进一步要贯通贯上下八地三十二行，上就是上二界，下止欲界。看下面的那个两个表啊，下面那个两个表，上指上二界，就是色界无色界的四地十六行，下就是欲界的四地十六行，合并起来叫做八地，就是欲界四地，上二界、色无色界四地合并起来叫做八地。四地有十六行，那么上下八地就有三十二行。下忍位啊，要同修三十二行。为什么色界、无色界合并起来为一位呢？观府里面注解说，上二界呀、啊，同一定地，定就是禅定。色界、无色界都要修禅定才能到的，所以叫做同一个定地，所以合并起来为一个阶位，为一个四地，同一个十六行，所以合一四地，同时并欲界的四地各有十六行，所以叫做三十二行，上二界四地十六行，欲界四地十六行，两个十六就是三十二。那么这个下忍微啊，他要从这个欲界的苦行修起，都是从苦行苦地下苦行一直往前修，苦地、极地、灭地、道地啊，这样修。但是他要观上下八地的时候啊，欲界苦地观完了，苦地四行观完了，就得观无色界的上二界的苦地四行，要这样子啊。表是顺着啊。横看，表示顺处可以横看，但是这个修的时候啊，它是竖看的，竖看由下而上，看懂吗？由下而上，就是欲界的苦地四行修完了，又修这个色无色界上二界的苦地四行，欲界的极地四行修完了，又修这个上二界的极地四行，欲界的灭地四行修完了。又修这个上二界的灭地四行，欲界的道地四行修完了，又修这个上二界的道地四行，那么这个下忍位啊，要把这个三十二行通通修完，修成就了，就达到这个下忍位，下忍位。那么其次就经过下忍成就之后，要证到中忍位了，中忍位的修行是最麻烦了。最麻烦，时间也最长，所以看着这个表，中忍呢、啊，减圆行，应当就是减圆减行了、啊，
减员减刑，减就是减少，啊，遍贯上下八地三十二刑要减员减刑，总有31州减员减刑，啊，32刑嘛，有32遍，那么这里说31刑，要留一个苦刑，啊。那么这个31州当中啊，有7州减员，同时也减刑，减员亦减刑；有24州减啊、单单减刑，没有减员。员是指四地的苦集灭道，刑指于这个地下的四刑叫做刑，啊、这个减员减刑的修法呀是这样子的，看那个。下面那个数目字啊，那个数目字啊，欲界的苦，地下的苦行不是有个32吗？这一行要修32遍。第一次啊，从这个苦行跟刚才说的方式一样，一直上下修，啊、用功到这个上二界的道地下的圣行，这个全部灌完了，这是一遍。是跟下人位一样，通通都灌完，啊，这是第一遍。第二次啊，又是从这个欲界的苦地苦行修起，那么还是一样，上下这样子哈，由下而上，啊，那么一灌完了，灌到这个上二界的道地下。第二次啊，只灌到这个上二界的道地下的即行，道地下即行有个二吗？二吗？这一地修两番，就是第二番修到这个即行为止，不修后边的圣行，后边圣行不必修，修到即行是第二番，就是第二周。那么用这种方式一样的，从头来，每一次从头来啊、哦，这个不能细说很烦呐、啊，哦，同时跟这个口齿跟舌头啊都会搞错搞乱，很不好讲。那么你要自己要会意，要体会到。啊，比如说欲界下苦地四行修完了，那么上二界苦地四行又修啊，这样子啊，下苦上苦下集上集下灭上灭，下到上面的道地，到了第三遍只修到这个正行，下面有个三字吗？那是第三遍就到此为止，不修后边两行不修。那么这个正行修修三次，那么又从头来。苦行开始，第四遍一直来，一直修到这个第四次啊，就修到这个上二界的道地下的道行为止。那么这是4周啊，都有减刑，但是没有减员啊。那么行这个四行啊，一个一个慢慢减，到了第5周啊，就要减员了啊。第5周也是一样的，从欲界的苦地下苦行修起，啊、下上一直做到修到这个欲界的道地下的圣行，这是第5次圣行。那么上面的上二界的道地下四行就不修了，所以这个上二界的道地下的道行啊，就是修第4遍。那到了第5周的时候，只修到欲界的道地下的圣行，那么就是减员也减刑，把上二界的道地的员减去了，也同时把这个道地下道行的行也减去了，这个叫做减员也减刑。所以减员必定减刑，减刑未必减员啊。那么第5周。是减员也减刑，到第6周只减刑而不减员，6、7、8都是减刑不减员，每一遍都是从头来啊。现在不能这样31遍讲哦，不能这样31遍讲，那不得了，太麻烦了。那么自己要会意，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每一次都是从头来，从的那个32开始。啊，这个倒数32、31、30这样子倒数，看看那个数目字就不会错的啊。那么这一直修到第6、第7、第8，第8还是只减刑没有减员，
到了第九周，只灌到上二界的灭地下的离行，就不灌欲界的道地下的道行。那么所以这个第九周啊，也是减缘也减行，减去欲界的道地是缘，也减去欲界的道行，所以叫做减缘亦减行。就是以这种方式一直一周一周的修啊。那么第十周一样的，从欲界苦地下苦行修起啊，32、31、30、29、28、27，看着那个数目字，这样子按照次第来，26、25，再到这个欲界的极地下，24、23、22、21，再到上二界的极地下，20、19、18、17，再到欲界的灭地下，16、15、14、13，那么这样子，每一遍都是一样的。再到灭地上二界的灭地叫12、11，第十周就减去灭地下这个上二界的灭地下的这个离行，只修到这个妙行，这第十周第十一周就是只修到这个上二界的灭地下的净行，减去妙行。第十二周是减去上二界的灭地下的净行，只修到灭行。到了第十三周，只修到欲界的灭地下的离行，那么就减去这个上二界的灭地下的灭行，灭地的缘也减掉了，灭地的行灭行也减掉了，这个叫做减缘也减行。所以第十三周也是减缘也减行，那么用这种方式一直一直一遍一遍，一周一周的修，到第三十一遍，别说修了，我们说就难了。你看这阿罗汉果那么容易呀，现代人他吃了天天三年我倒啊的我九十一天，你看看现在的那些佛教杂志不是有吗？有好几个说是他证到阿罗汉果了。在家人还是阿罗汉呢，又俗，那真是俗汉了，俗阿罗汉了，哪有这个事情啊？可是很奇怪的，他们真的，他说自己说的，说他证到了，而且他还成就多少个三国二国呢？我的没有这个机会，我得请问他这些，他有没有修道？他懂不懂这些道理？假如连懂就不懂啊，怎么能证？那不是骗人吗？这是大妄语，那不得了的，妄语最怕就是大妄语，为的为的，为证为证，这个罪过很大，对自己将来断烦恼了生死的前途啊，有很大的障碍，这个要不得，绝对不能没有证过自说证过，这个问题很严重，现在人的胆子很大了，真是太空时代啊，无奇不有啊。那么随便就可以争国，那好像吃安摩罗国那么方便，假巴纳，好像吃水果那么方便，那容易了，那古代那些修行学佛的都是傻瓜，都是笨蛋，只有你最聪明，我不相信这一套，如果你看到那些杂志上写的什么人证到什么果了，那可能得的就是那些水果了，也许是个大苹果吧，不要相信他这一套，因为这些名堂啊，讲起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啊。连讲就不容易，修啊，解这些教理，你如果没完全懂的话，你怎么修啊？怎么灌呢？根本就灌不起来啊。所以这样子，在中忍位啊，中忍位要这样子灌31遍，有七周减缘亦减行，24周。减行不减缘，这样子31周修完了，才算是中忍未满。中忍未满之最后就剩下欲界下苦地下的一个苦行。他为什么这样子一直往后退呢？因为前面的道理他懂了，那个真理他证到了，这个不是说说而已了，他必定要修到这个道地，这个煤地的地理他证到了，亲证的，然后啊
才不必再冠，所以说是正出国见到位啊，好像断四十里流。为什么四十里流那么严重那么难呢？你看这些名相就可以知道它的难度有多难了。31周都修完了，终人未满。到了这个苦地下，欲界苦地下的只剩下一行苦行。这个苦行啊，它分两个阶段，31周满了，就进入上人位。上人位的时间很短，看那个表前面的，第三上人位，人位上的第三上人位，简直最后一行二刹那在，下面那个欲界苦地下的苦行啊，32的数目字下面哈有个二刹那，这个刹那，这个刹那不是指那个最短的时间呐，就是修到这个时候分两个阶段，以成就为止，那个刹那以成就为止，不是指一个弹指的那个刹那，那么这个剩下一行两刹那，这个叫做中人位，就是31周修完了，成就了，有中人位满了，中人位满了就进入上人位，正上人位。那么前一刹那，这个两个刹那当中，第一个刹那呀，就是在上人位，第一刹那进就是上人位满了，就是上人位满。第一刹那完毕了，就是上人未满，就是正入四第一位。那么简单说，上人位一刹那，四第一位一刹那，七贤位的第七，四第一。什么叫做四第一？就世间第一。到了这个阶位啊，在世间法上，它是最殊胜、最高的境界了，这是第一。最高啊，到了这个四第一位啊，就是剩下这个苦地下苦行的一个刹那，这一刹那引入见道，使他见道啊，就到见道位而证出国，所以由四第一到出国的时间也很短啊，因为这个一刹那是指他修成而言啊，并不是说最短的时间，是指他修成的时间就叫做一刹那，那么就是到四第一。那么由是第一位这个第二刹那满了，就正入这个是八人八智啊，正入出国位，见道也正出国，那么就是后边的圣位了。到这里为止啊，把这个四加行位简单说明清楚了，现在要再说明它的功用，先把这些位次的总合起来做一个简单说明啊，使我们容易了解它的内容，因为前面讲的很烦了，黑板上写的，现在看黑板上写的啊，这是居舍颂，居舍论的颂啊，这几句话就是包含上面讲的那么多的道理啊，从此生暖乏，此指总相观，总相观这个词指这个总相观，从这个总相观成就了，总相念的观法修成就了，就是升起暖法，就是内凡位的第一位啊，那么就是升起暖法的善根，所以后边的四位啊也叫做四善根，这个善根升起来了。聚观四圣地，暖位顶位都是观四圣地，前面讲过的聚观就是通通观啊，修这个四圣地修16行观啊，前面讲的那个4第16行观啊，暖位顶位一样都是修4第16行观，所以叫做次生顶亦然，其次由暖位升到顶位，就是正到顶位了啊，正到顶位这也是一样的，要修这个4第16行观。下中人同顶，人位分三个阶段，下人、中人、上人，下人位、中人位同顶位一样要修4第16行观，下人位就要32行了，中人位减圆减行31周了，为什么叫做同顶呢？同顶位的修法要修4第16行观，
但是它又分出来定位善位的分别，善位是欲界，定位是上二界，那么这样子一样是四谛十六行，但是分上下界，就有三十二行了，不过它的颂文简单呢，称为同顶，跟顶位一样。上为观欲苦，这个上啊指上人位，上人位不是指前面啊。上人位，上人位只是观欲界下的苦地苦行，只剩下苦地苦行的两个刹那，是第一个刹那，一行一刹那，这个苦行有两个刹那，第一个刹那就是上人位，四谛一亦然，四谛一位也是一行一刹那，就是苦行之下的第二刹那，第二刹那就是苦行啊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呀、上面这个句诵如果把它背起来的话，上面所说的那些理论都能够明白啊，这个比较好记。那么其实有一首句诵啊，说明这个四善根四加行为成就所得的利益，暖必至涅槃，到了暖位啊，一定可以得到出世间的圣果的，正到暖位不会再退，纵然退啊，造了恶业堕落也很快出来，一定会证到涅槃，所以叫做暖必证涅槃。到了暖位，将来是一定会出世间证涅槃的，这个没有问题。纵然在暖位的时候，恶业现前造了恶业，堕落时间不会太久，他必定会证到出世间涅槃，所以叫做暖必至涅槃。顶终不断善，到了顶位啊，虽然还是个凡夫，他决定不会做断善根的事情，一铲题呀、一铲题，就是到了顶位的人呐、无论在什么样的逆境、多坏的境界，他一定不会再去造这个一铲题的恶业，不会断善根，他的善根绝对不会断。因此，这个四加行叫做四善根呐、因为他的善根真正成就了。它不会断掉，所以说顶中不断善，到了顶位究竟一直到它的正涅槃为止，绝对不会做这个断善根的事情啊。纵然造了罪业堕落，很快就出来，不会断善根，因为他那个善念还是存在的。人不堕恶道，恶道人不堕恶道，如果你修到下忍位以上啊，这个四善根位修到下忍位以上，他绝对不会做三恶道的罪业，不会做三恶道的罪业，所以他就不会堕落恶道。不堕恶道是说他不会堕落三恶道去受苦啊，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没有他的份了，他不会堕落。不会堕落不是说他造业而不堕落，就是因为他不会造业。到了忍位，下忍位以上的这个贤者涅槃位的人，他不会再做堕落三恶道的罪业。既然不做三恶道的罪业，他就不会堕落三恶道啊。第一入离僧，第一就是四第一，四第一位，到了这个四善根的最高位，四第一位，四第一位就可以证入离僧位，离去三界的受身的情况，而不至于再堕落啊。那么如果他是证到出国以后，顶多是在天上人间，天上人间继续修行七番啊，就可以证阿罗汉果啊。所以到了四谛，必定可以离开这个凡夫的阶位，而深入证入这个圣位的阶位。这个僧指证到圣位，证到后边的圣位，离开凡位，证到后边的圣位，所以叫做第一入理僧。到了四谛一位，一定可以证入这个见道位，离去四恶趣之僧。啊，他不会在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，在这个四恶趣中受生，啊，远离四恶趣，证入圣位就快到了，啊，远离四恶趣了，必定可以证到圣果了，所以叫做第一入离僧。这四首句诵啊，是说明，修到四善根的阶位的殊胜，他的利益，
那明白这个道理呀、啊。如果你修行修到暖胃啊，就可以安心了，到暖胃就可以安心了，不会再造严重的罪业，无逆施恶啊、嗯，严重的无逆大罪他不会做啊、嗯。到了顶位啊，不会成为一产题，不会成为一产题啊、嗯。纵然稍稍造些小罪啊、嗯，不会啊、这个做这个一产题的断善根之业。如果到了下忍位以上，三恶道不会进去了，不会到三恶道去。所以这个修行啊，必定如是因如是果啊、有一定的果的，他能够成就的。所以这个声闻位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三资量，最重要就是三资量。三资量位修成就了，就会证入暖位啊。如果到了见道位啊，证出果之后啊，生死决定能了，七番生死，七生天上，七来人间，一定证阿罗汉果。啊，所以如果修行到出果成就了，绝对出世间，绝对证阿罗汉啊。那么别说是到了见道位出果，就是四善根的暖位成就，这个人就可以断定他能够出三界，迟早而已，一定能够出三界啊。到了顶位一定不会断善根，到了忍位绝对不会堕落三恶道，到了四地不会堕落四恶道。这是一定的，嗯，如是因如是果，绝对不会错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显示这个修行都有利益是很大的啊、嗯，所以必定要了解这些道理。那么对这个修行的利益是相当的殊胜，那么对这个学佛的信心啊才会增长啊，不然的话，那我们辛辛苦苦学佛啊，那么结果所得的利益是什么啊？有人很容易误会，哎呀，我们这一生辛辛苦苦修啊、如果没有达成目的啊、如果生死没有了，来生啊靠不住了，又堕落了，如何了？主要就是看你这一生是不是又把这个修因人因种好啊、纵然还是个外凡，假如你的因啊、做人的人因力啊啊、种好了，将来一定结成人的果，转生人间，必定是这样的啊、当然过去的业力谁也不知道了，会不会堕落没有人知道的，但是只要你这一生努力进修善法，善法加强，善因增长的话，那么善力强啊，拖住它，那么就不至于堕落。所以只要努力进修，一定有所成就的。今天就讲到这个内凡未讲完啊、那么也就是说声闻位当中啊凡位讲完，下面是圣位啊，希望成圣之后再过年啊、哦、成圣之后再过年，那么就是说再讲一次啊，下个星期天讲后边的圣位啊，各位正圣国了，我来恭喜你们过年了啊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，下个thank you.
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，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历史是我最后的记忆，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詹桂君。大部分的 COVID-19 感染者症头无真严重，休困了后就会当家己恢复。居家照护期间，请加啉水，休困就够，而且注意身躯症头的变化。若有出现发烧，或是其他较轻的症头，会当用退烧药啊，或是事先准备的药品减轻无爽快。若是出现近视的症头，请随甲医救联络，或者照卫生局指示。使用防疫车队带做伙人接送，或者家己去病院。若有医疗咨询需要，会当参考健保署的视讯诊疗咨询，或者透过居家照护医疗团队得到协助。保护你我，疫苗注射者，做伙做防疫。我今天可以说有拥有一切都是目光给我的造就的成就哈，也改变了我一生。因为那时候15岁了哈，上学都唔捌的时阵，其实那时候来目光只是想有饭吃而已，没有想到，竟然这边是我出发的地方哈。我现在。回到目光，其实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在回忆我当年的那种成长的感觉一样啊。那因为每一位同学的年龄，每一位同学的视力障碍的状况，或者每一位同学的家庭来自不同的家庭，他们都不一样哈，想法也都不一样。所以其实刚开始开学的时候，同学。都上课的时候都会哭会流眼泪哈，那我也常常跟他们分享我那时候在目光的一些点点滴滴，鼓励他们要勇敢做自己，接受自己是视障的事实，这样才可以重新的出发啊，重新的出发。我曾经就服务一个那个他是那个。糖尿病的患者，不过他的视力退化非常，他大概就是不到一天的时间，他眼睛就看不到。他当时我碰到他的时候，他是被关，他就关在家里，他哪里都没办法去，不是他不能去，而是哪里都没办法，他走不出去，因为他看不到，他是完全看不到，因为我们过去的讯息都是从视觉来的嘛，他也没办法去判断用听的方，因为他还没有学会怎么用听的方式去判断。那曾经就是他试着要去从客厅走到厨房，去找东西。结果他一到厨房之后，他开始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走，他也不晓得是不是已经在厨房，他不知道，所以他就足足在那边站了将近，在那个地方将近站了三四个小时，3到4个小时。等到他的家人回来之后，他才有办法。走下一步路就是被家人带走，他那个当下根本就没看，所以一开始那个刚开始就是瞬间失明的朋友来讲的话，他对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任何的一个掌握了，所以他不晓得该怎么走下一步路。因为刚开始同学都觉得出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我说我们搭公车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要很勇敢的很大声的跟司机说，因为我视力不方便，我要到哪一站，请你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。那同学就会问我说，为什么我要讲话讲得很大声？
跟司机讲话为什么要很大声？我说因为我要让全车的人都听到我是盲人，因为司机有可能他忘了啊，哦，很多障碍可能忘了提醒我们，全车的人都会提醒我们要下车。接受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就重新出发了。我说常跟他们分享说，我们除了眼睛看不见以外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感觉器官啊，我们还有触觉啊，还有嗅觉，还有听觉，一样的能够让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多彩多姿。人，人这个字哈，我们那个中文人这个字，其实就是他在告诉我们，就是要人就是要互相帮忙。哦，他讲的例子就是说，人这个字有一个一撇比较长，一撇比较短。那也因为这样的一长一短的一个人这个字才有办法立起来。哦，你人一定有长跟短嘛，一定有长，有人可能比较有能力比较强，有些能力比较弱，那能力强的就要帮助人能力弱的人，这样能这样人的社会才能够建立起来。他举这个简单的例子啊，虽然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但是这个就是一个，毕竟他是在从事这个社会服务工作的那么久的时间，他所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人，本来就是我们人的社会就是一个互助的社会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从平易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当中，他去做出来，那才是伟大。这个想法不伟大，但是这个做出来之后，你会影响到更多人，那才是伟大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